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困难那这张图那就难得透了顶了。这个中路的真哥必须要解决吧，不解决想使用大蒜位移法头都能给我打破。 OK， 现在知道了中路的真哥必须解决的话，那现在获取阳光尽量就不要掩我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二度的阳光也是顺利获取，感觉能套路一下了。我远距离一个小丑有说法。哎，这都炸不了吗？还是做不到吗？思路开吃一个辣椒废了，呵呵，距离不够炸不了啊。再来，哎呦，王没有用，说实话这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。来了个机枪，跟上这个南瓜头恐怕都打不破吧，你来个巨人也行啊。哎，来个巨人不行，来个巨人的话就要把后面的大蒜给干掉了，麻了，有点麻。上路的阳光这会儿还不敢获取，这一波我打的这关卡演员挺多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这次进了舞台还是上了哪儿了。 OK， 还是没有东西，再来。哦，又是这个距离，又是一个小丑。我炸！完了，哥，我这还没装够呢，你这不能砸呀！哎，会扔小鬼哦，这个位置可惜了，扔的位置不是很刁钻，没有直接扔到他们身上。不过呢，阳光够是够，那现在就是使用大蒜位移法了，现在就必须使用了，现在还得等他一个一个过去吃了之后才敢放啊。OK， 坚果这波白费完了，那这波获取阳光估计就是不行了。这个巨人的话到这一路还行，至少没有把后排的大蒜给干掉，还可以接受。巨人肯定是过不去的，这想都不用想。那后排的阳光说白了，这个位置他这个投手俱乐部在一块是很难吃的。继续吧。 OK， 来个小皮帽加速再看看怎么算。非常漂亮，俘虏解决了，又是一个普通的，继续。完了，我感觉有点不对，我感觉有点不对，又来个二爷。如果说这一波获取不了的话，那我就废了呀，机会就不够了呀，也不说来一个数量稍微多一点的。这二爷怎么说嘛？大哥，你要真演我的话，我真受不了啊！可以，吃到了。那我现在400阳光，我就换个雪橇就行了。